这个我相中了。啊，这个相中了。当时你妹妹吧。啊？当时你妹妹一样。啊。这就对了。你别那啥呀，今天我来了，完你说我是你是你是你小妹。我当妹妹。拿老伴儿当妹妹疼爱，是不是、啊？对。哎呀，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开眼界啊！别人相亲都是一口一个公子，一口一个车房，大妈一上来啥要求不提啥钱不要，一口一个哥哥，一口一个老公，对人家是百依百顺，心悦诚服，整的红娘都怀疑大爷在饭里下料了啊！咦，哎，便宜，哎呀，哎妈，叔叔这两个还行还行啊，两位大帅哥辛苦了，哎呀，哎呀，终于看着真人了，终于看着真人了，天天看，天天看，是吗？再叫我看啊，看看吧，太美丽、哎、太漂亮了、哎、仙女姨是仙女喜真娘娘，哎呀妈呀，姨在给我整位列仙班了呢，哎呀太好了、这是干啥呀，给我俩合照的呀，我的女儿甜甜，哎呀姨，哎呀大帅哥太热情了，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妈闪亮登场，真是唱戏的淌眼泪，可歌可泣啊！大妈刚见着红娘小美女，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啊！直言自个白天想晚上也想，今天可算是把喜鹊给盼来了，抱着咱红娘大美女就是一顿夸赞。就大妈这喜上眉梢的神情，这可一点不像是装的。这个夜真不行，尤其这次杨叔那是上月12号。哎呀，这下把我烧的，烧了一宿，38.6度。哎呀，这一宿啊，就死到屋里都没人知道。完了，当时那晚上给我折腾那样，完我就寻思，哎呀，不行，真的应该找个、找个人。哎呀，哪怕就这么摸摸说的，热不热，烧不烧，多行。大妈也是厨房里的案板，尝过爱情的甜，吃过爱情的苦。自从老伴撒手人寰后，伤心也只是一时的，地球照样转。大妈一个人饭也正常吃，觉也正常睡，也没觉着一个人孤单寂寞日子不好过。但是突然而来的高烧，却是把大妈从安逸的生活中敲醒了。一个人晚上说不定会发生点啥事啊！人生有三千集，唯有相思不可移。录像可不得了了，全知道了，往群里发。哎呀，上完节目，哎呀，可别提了，这家给我上着火，脑子死了。完，我又跟儿子说，就一个儿子，我说妈，那算啥事儿啊？就证明大伙关心你呗。对呀，我支持你妈，没事就他们说吧，说时间长就不说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儿子，真的，我不能为他们活着。哎呀，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后半生。现在就得勇敢地站出来。大妈也是咱节目的老熟人了，之前上台相亲的节目一上传，自个的邻居朋友全起活知道了，手机的消息是一个接一个。刚开始大妈还嫌丢人没好意思回，好在有儿子始终站在背后默默支持。相亲找对象是好事，难不成有人这个年纪因为单身还自豪啊？经过儿子一顿提醒，刘大妈也是决定为四个活一次，为四个余生的幸福活一次。咦，你相中那叔叫啥名？王红颜呐，名字都背下了。在看那个电视时候吧，有两个相的吧就没同意。第一个呢说的嫌的屋子小，完了呢说那屋子不是那么太卫生。第二个呢嫌他说的工资少。但是呢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不想，只要俩人好的话，情投意合，就是那个相互到老，茅棚草屋又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说工资，工资少够不够吃饭呢？如果他工资少，我有工资啊，我2700多块钱的工资，那我可以拿出来。那你相中属啥的？你觉得他哪些方面吸引你？就是一个吧，我看吧，他那个身材呀、我不喜欢那个胖人，他那个身材和那个儿，我1.68米大个子，我不能找个儿太矮。再一个呢，从表面上吧，说话啊，和那次他请人吃饭，他自己做了5-6个菜，那虽然吧，大伙都没吃。但是人家心意做到了，真是端午节吃粽子，皆大欢喜啊！说起自个这次上台相亲的经过，刘大妈也是胡同里赶猪，直来直去，直言自个对节目上的一位大爷一见钟情，别人家都嫌弃大爷屋子乱，公子里，但自个就是完全奔着人去的。别说住茅草屋睡桥洞，大妈也愿意跟人家携手并进，同甘共苦。
再不济也有自个的工资补贴家用。问起对大爷的印象，爸妈是上上下下哪里都喜欢，完全一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模样。好久不见，叔啊！哎呦，我看看都整啥了？红烧肉、鱼、鸡翅、蒜苗炒鸡蛋。啊。这柿子，这凉菜。啊啊啊！蒜苗炒鸡蛋还没整呢。啊。就凉了。叔，每次都这么热情，整老多菜了。哎呀，叔，小花开了。啊，开了。这师姐开的花也开了，属于好事也来了，是吧？主要是一个人吧，没有伴儿，真寂寞。你看我这黑白就是电视，躺下电视，坐电视，站电视，净看电视，眼睛都看的都不行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，真是刘备编草鞋，手艺高啊！红娘刚一进门就被阵阵芳香吸引，凑近了一看，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佳肴，大爷还真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啊，怪不得让大妈为之深深着迷。来了又给我带来一次希望，是吗？挺高兴。那、外边有人找我都不干，都不找。啊，那你咋不找呢？不行。咋的呢？不了解，我就相中你们这个介绍人这个介绍的好。姨啊，也是看完咱们节目相中你了。你天天看咱们节目，也许你也看过他。叫刘景芳，看没看过？没有，我能行啊？你能行？你咋还不自信了呢？人家那么好的心情，我不一定能满足人家呀，对不对？都说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但是大爷却是无风吃萤火虫，心里有数。红娘这个喜鹊都来敲门了，那指定是有幸福到自个身上了啊！红娘看大哥是一点都瞒不住，也是直接步入话题，直言有位大妈看节目相中自个了。红娘这话刚一说出口，虽然大爷嘴上说着不自信，但是聊以摆的动作可一点掩盖不了内心的喜悦啊！你说我咋还不给你打电话呢？可着急了是吧？哎呀，这电话上卫生间，我也拿着，怕那个啥落下。怕我给你打电话接不着。对对对，买个那个腰带，快来。啊，想送一个腰带。一头拴着他，一头拴着我。这个寓意好啊，这是我想的。爱情经不起等待，大声表白就要现在。大妈好不容易从万千人海中相中大呀，这次相亲也是准备的万无一失，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，从不挡，我把握之仗，直言自个相亲要为人家准备个礼物，买个腰带把大爷牢牢拴住，一半烟火以谋生，一半失意以谋爱，那咱们就骑驴看唱呗，走着瞧吧。那个99，那个这个是寓意好啊。对，长长久久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还是这种掐的比这个好看。那那不好看，这样的好看。对对啊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啊挺好。这块离叔家还挺近的，是吗？啊，以后可以来这边留的。点啊，姨不着急啊。几个了？三楼吧。这是三楼。还得拍。慢慢走，为了找老伴儿吧。走累挺不累？真挺累的。还有点紧张是吧？那不怎么回事啊？本来这个爬楼梯就心跳加快了，到门口心跳更加快了是吧？是。缓一会儿行。行。敲门啊。叔，我们来了。哎呀，来，哎，我那我先进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把鞋换一下。不，那不得，我要就擦地，就擦地。行啊，坐着。哎，那叔给你看眼。来，哎，先不着忙喝那个。叫啥姓啊？姐，我真是老奶奶钻被窝，给爷整笑了啊！看得给大妈着急的啊！刚从商场里出来，人头也不回带，就拉着红娘往大爷家里跑，整得咱也是饿得合不拢嘴了。这是生怕饭凉了，还是怕到手的老公飞走了啊？拉着红娘一顿爬楼梯，心里头只顾着想意中人的身影了。到了门口才发现眉头已经出细汗了啊！见着大爷的面，不是先接过饮料，而是着急握手介绍啊！来，喝一个。这挺好，这是儿子春节买来一些了。那你给你喝吧，你叔给你开的啊，叔的心意。个头咋样？我都想。你们坐。那我先坐。行，我坐。醉了。我坐这儿。
来，侯岩哥，你坐那儿。甜甜，坐不坐？我炒菜。炒菜。我准备好了。做饭呢？给你做饭呢。太晚了。多好吃！只要你做的就好吃。拉倒吧。快快坐。你给我做这小米粥，我都愿意喝。我做大米饭。嗯，啥都行，挺好的。那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整啊。你整啊？那让于先生你炒菜呀？我炒。我得看看这个家。对，咱们看看家，看望他的啊。行，挺宽敞的，挺好的。如果他这屋里头比这还糟也没事儿，也没事儿。屋里不行我收拾，屋子小，屋子小能住人就行呗。要那么大屋子干啥？暖气说得花钱，你那物业费说花钱。对，你找的是老伴儿，你找人房子。咱看这么亲事也是，铁头戴了钢帽子，保险的很啊。大爷一见面就直呼相中印象不错，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个头上，那都是全都满足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。爸妈看到大爷还在厨房一顿忙活，也是直言只要是大爷亲自下厨做的，别说是稀饭大白米了，就算是白开水也是鲜甜可口，唇齿留香。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整得咱措不及防，被撒了一脸狗粮啊。本来想着饿几顿去吃自助好好搓一顿，这下好了，完全没食欲了啊。他也喜欢养花，你看他这花多好。这个叫虎刺梅，看看这花怎么样？春姐开的，这个是就虎刺梅。对，锅还烧着呢。哎呀，锅还烧着呢，你快去做，没事。这叔也是一边又想给你着急炒菜，一边又着急陪你唠嗑啊，是吧？咱们自己不陌生，咱们自己来看。行，那你这个，咱俩偷偷说一句，你这个一见叔，你觉得他跟电视上一不一样？不咋一样。啊，哪儿不一样？有点老。瞅着比电视上老，而且吧，他个儿吧好像比我高点儿，给电视里的吧个儿挺高的啊，完了可年轻啊，那影响大不大呀？没事，那没事啊。哎呀，这么大岁数，那我也不年轻啊，我年轻吗？他们说我年轻，但是我说你没细看，小岁数还不少啊。你比我大四岁好像。你六十几？七十几？我六十几，七十一了。他长得真不像、啊、长得年轻，我七十一了，我这也六十七八岁，他长得不老。哎呀，叔叔你长得年轻，他长得真不老，是不是、那你也挺年轻的，挺帅的。我也不算太老，但是差不多少。还行，挺好，挺好。你说你挺帅的，那你不夸夸姨挺漂亮？我年轻时候帅，说了不说我年轻了。哎呀妈呀，我年轻时候比现在还年轻。你这个说姨长得年轻，是对他的夸奖啊，还是客气，还是真年轻？真年轻。七十一哪有这么年轻？辉煌时刻谁都有，别拿一刻当永久。一说起身材和相貌，大妈却直呼不一样。红娘也是扁着挑水，心挂了两头。本以为人家是觉得失望没看上，合着是比电视里更满意啊。大妈先前村里的一枝花，大爷那可是村里的一枝草。任哪个黄花大闺女见了，都想往大爷身前留香凑一凑。都说相亲演员占一半，这下看来是没得跑了。人做的不咋地，你尝尝吧。你不是看这样就好吃，做的挺好。以后吧，如果做饭的话吧，他不愿意我做，我对做饭不在乎。你待着没啥事儿，做饭是不是还是个活儿呢？相没相中啊？今天这个？这个我相中。这个相中了。当时你妹妹吧？啊？当时你妹妹一样。是老伴儿，是妹妹。老伴儿。这就对了。你别那啥呀，今天我来了，完你说我是你你小妹，我当妹妹，拿老伴儿当妹妹疼爱，是不是、哎呀，你看看我叔也挺会唠嗑啊。我这是老了，年轻下更会。更会呀、那一进你这屋来，一夜没装甲没外的。对，挺大气。真是司马懿扶诸葛，甘拜下风啊。大妈不仅对大爷的个头长相为之着迷，而且就尝了几口人家的饭菜，整个人都想往大爷身前凑了，也是城墙里捅竹竿，直来直去，直言自个相中大爷的人了，以后就想把大爷当哥哥，啥物质条件开都不开头提都不提，就是想无条件的跟大爷过日子，以后我牵你手你搂我腰，共同奔赴美好黄昏恋。哥，我问你，就是你问你需要问啥？麻将不会是不是、不会。另外那个跳舞呢？跳舞会。什么舞？什么舞？那个交际舞吧，我学了两年。哎，这有这几个月没跳了，不玩了。啊，会跳交际舞的？会跳。跳几年了？
两年多吧。现在不跳了？现在不玩了。他说那个麻将以前我就听着不打，但是跳舞这事儿吧，这我才挺着。哎呀，那心里真的咯噔一下子。当时我心里头就觉着，这是我最介意的。我就这么跟你直说，比如说姨说，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对方跳交际舞，那你能不能不跳？那我不可以不跳啊，我没瘾呢、啊。这都能做到，这平时我都不能没拿着当回事儿。那叔说了，叔说那我就不跳了。那行，肯定答应你了。那个行，就看他实际行动吧。爱好就是眼花，另外呢，愿意唱唱歌。唱歌你愿不愿意听啊？我愿意听，我给他。我不管，我不管要啥玩意儿给他呀？钱，钱给谁啊？就开支啊？对，给姨呀、啊。我不管啊，我不管。就是那是欢迎哥，你就是一句话，我非常感动。就是你如果说的把钱、工资卡全交给我，你看小梅怎么过日子？不是，你看我怎么过？就是，你吧品一品我，你给完以后看我怎么安排。这回吧，咱俩是成了，你在家你是领导，我就是后勤部长。啥领导、啊？那你是当家掌柜的，我后勤，做饭啥不成问题，我会做饭。当然我相当高兴了，就证明人家那个是信得着我了，这个是最难得的。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，不妙啊！一听说是大爷喜欢没事跳跳舞，大妈的表情马上就变了的模样。先前还一口一个哥哥妹妹叫的，现在却一点也不开心不起来了，直言自个就害怕这样似的。难不成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？这是害怕大爷另寻新欢啊！好在大爷一听也是表示同意，只要大妈不喜欢，自己就能马上戒掉。你还有一个事儿你忘了，你还带东西来了啊？对对对，那个，我那啥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欢迎哥，我给你买一条腰带。什么？腰带，你看看这个，好贵的。站起来看看，坐着不一定，看看那个就够不够啥，长问题不大，可以绞下，看别短了。完了，卸不下来了呢，酸着了，给我数一下酸着了。姨，你知道姨为啥买腰带吗？真的，腰上给你系住了。对，就是为了拴住你。明白，跟明白人办事就好。把我捆住吗？这个举动你觉得咋样？挺好。我觉得是千年等一回。他是我心中想象的意中人，就唱那歌嘛，就是白蛇传那、我觉得他在等我，我在等他。一这么说的，就是太激动了。哎，别激动，哎，多好啊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挺好的，谢谢啊。你叫王什么？王红。这俩字可一个都没对。忘了。忘了，没事儿啊，这个没事儿。他一开始这一进屋就光看你长啥样。对，我光看你长得好了，忘名了。叔再说一遍，记住了，要不然以后可真得不乐意了。叫刘景芳。刘景芳。对，我姓刘，景色的景，就是芳草的芳，流芳百世的芳。刘景芳。必须得记住啊！下次如果说你记不住我姓啥。记住了。哎呀，刘景芳我记不住。刘景芳记住了哈。那我就不吃饭了，我饿着。那要饿着你咋哄人呢？你说那饿了我喂呗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